胁迫我去凌烟冰冻开启封印，记得。那你还记得，莫妖作怪假扮丧命骗你，也是子坤的主意。想必这些事情你已经知道了。我是怕提起你的伤心事，也顾及和子坤的同门情谊，才未将此事告知于你。 那你现在告诉我这些，难道是因为？没错，我觉得这个客刀作怪，肯定跟子坤有关系。我打算去找他问个清楚。嗯，一路小心。嗯，何成心，何成心，求你不要再念了，不要念了，不要念了。李师傅，我先送你去医院吧。不要念了。 怎么样，我的好师弟，主动约我相见，难道是想通了？告诉师父。 你都做过些什么荒唐事？看来师弟对我有些误解呀。李白演的事情，是不是你做的？<笑>我和李白演无冤无仇，我为何要害他？你三番两次操纵灵武害人，你不就是想要宋明眸帮你打开封印吗？你用得着伤害那些无辜的人吗？ 师弟啊，师弟，你也不看看，这天马上就要变了。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到时候天翻地覆，你就会跪着向我认错的。你不要妄想了，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我今天之所以会来见你，是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此看来。 你还是执迷不悟，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这次惊蛰宴上的节目吧。徒儿曾经答应过你。 无论任何时候都不会伤害同门，这次徒儿要食言了，因为在徒儿的心中，有更重要的人要去守护。 病人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只需要及时按时清理伤口，避免感染。虽然我不了解什么情况，但这个凶手伤人的手法实在太残忍了。詹医生，谢谢你。张局长，为人物，为双吧，为双。李师傅。
客刀伤人的事情，我一定会查清楚的。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在京城宴上搞鬼。为君，为虏，为虎，为守军。李师傅，为君，你说什么？为虏，为虎，为守军。何舟记？为君，为虏，李师傅，为虎，如果你发现了什么，为守军，不妨可以告诉我。 我听见何舟记一直在耳边响起，是他在叫我宣战。谁？我虽然眼睛不好，但是我心里明白，是和尚，是那个和尚干的。他都恨我，他想我加在他身上的伤害全部都还给我。我不要，不要！ 不要啊！不要！别过来！何事？苏老板，请留步。展医生，千寻已经康复了，前段时间已经出院回家了。 多亏展医生医术高明，我想让他康复的不是我，应该是你吧？那段时间千寻一直昏迷，突然就奇迹般的醒了过来，我想一定是你救了他，对吗？ 可你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呢？我和千寻之间太多误会了，我欠他的，可惜已经无法还清。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他呢？我现在宁愿他什么都不知道，重新开始，轻装上路。 婆婆，你看，这是大上海的咖啡，超好喝的，你要不要尝一尝啊？嗯，咖啡？嗯，真的这么好喝呀？超好喝的，婆婆，给你尝尝啊！啊，既然好喝，你就喝一口。我就知道你这小丫头片子，骗人的，这就是苦药。你不是好人。 婆婆，你不喝药病怎么能好呢？我这是为你好呀。反正你说什么我都不相信，我就要我孙女婿喂我，他不来，我就不喝药。千寻。啊，展峰。婆婆又不肯吃药了。嗯。我来喂。
婆婆，我来喂您吃药好不好？哎呦，我只要我孙女婿喂我才吃药，你不是我孙女婿，你走，你走！哎呀，婆婆，他是我朋友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他呢？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你没有孙女婿。婆婆，我是您孙女婿的朋友，他太忙了，所以托我来看看你。你要好好吃药，他才不会担心啊。真的呀，只是这个药太苦了。一点都不苦，婆婆您看啊。是不是不苦吧？来。是不是不哭？来，婆婆，试一试，真棒，婆婆。来，婆婆，马上就喝完了，我们再喝2口好不好？给你的小礼物，这个我好像在上海见过，叫什么来着？这个叫巧克力，是西方特有名的食物。很贵吧？展峰，你又破费了。不破费，快尝尝。怎么样？味道有点奇怪，苦苦的，也有点甜甜的。那你喜欢这个味道吗？不讨厌。婆婆果然是养花高手啊。婆婆总说，养好这些花草，就必须要定期修剪，要剪掉那些枯黄的叶子。剪掉那些，吸取养分的杂草。可是，这些杂草有什么错啊？天地给了它生命，它也想好好活着呀。要怪，就怪养花的人不爱它罢了。千寻，我突然有点饿了，咱们去客来庄吃饭吧。最近惊蛰，我听说客来庄来了一批新鲜的竹笋，你爱吃的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竹笋呢？城南说的，城南告诉我的。不光是竹笋，我还知道你喜欢吃客来庄的蟹粉狮子头和醉蟹，今晚咱都去吃个遍吧。好啊，好啊。潘兄，这次辛苦你了。这李白岩李师傅是何雕界的一宝，如今他人已疯癫，着实可惜啊。是李师傅为人亲和，究竟谁会加害于他呢？我听李师傅说，是一个和尚。和尚？僧人向来慈悲为怀，怎么会有如此残忍的手段？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。当时这个桌子上放了一个僧人模样的核雕作品。哦，那李师傅所说的和尚，莫非是
李师傅的物灵。当时子坤怂恿酸泥加害于我，其动机我尚可参透，可如今李白岩与他毫无瓜葛，他手中的物灵为何反噬自己的主人呢？怕只怕今年的惊蛰宴会有大事发生。主任，啊，小心台阶。千寻，要不然我们换一家吃吧。来都来了，为什么走？我要吃鸭血菠菜汤，补一补惊蛰的肝阳之气。好，你想吃什么我们就点什么。呀，苏老板也在呢，真是好久不见呢。妙宁，对了，去年你给我做的那套衣服很合身，谢谢。苏老板何必这么客气呢，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啊。看来妙年小姐眼里只有我们苏老板呢。潘先生啊，您是知道我的，我妙年眼里啊除了苏老板当真是容不下第二个男人了呢。妙年，你不要再开我玩笑了。小二买单。姑娘，你们这还没点东西呢。点餐。哎，我要蟹粉狮子头、杭州东坡肉、竹筒浇花鸡、龙井醋鱼、鸭血粉丝汤，还有油炸臭豆腐、油炸大黄鱼。姑娘，你们就两个人，点这么多东西吃不完的。我乐意，我开心。去吧去吧。哎，快坐吧。只是不知道苏老板喜欢什么样的女子，而我妙年又有没有这个荣幸呢？苏老板这是瘦了呀，看来今年送来的衣服这尺寸得改改了。妙年姑娘，平常你就比较忙，事务繁身的，这次就不用帮我做衣服了。潘兄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好，那我们惊蛰宴上见。嗯，我也很是期待妙年小姐裁剪的绝世名作凤凰。好啊，那您就拭目以待吧。阿切，婆婆，天色这么晚了，你穿这么单薄不冷吗？我不打喷嚏就没办法找到你。俊公子，为什么孙女婿好长时间不来找千寻呢？他们是不是吵架了？这都怪我当年做下错事，才引发一连串的误会。但我仍然要感谢你，如果不是你救了千寻，给他家人般的温暖，我此生都不会原谅我自己。不，是我应该感谢老天爷把千寻送到我的身边，要不然我老太婆多孤单呢。婆婆，你说的对，如果没有千寻，苏明眸也会很孤单。俊公子，我以后都不会再找你了，我不想让千寻再伤心了。
李白眼现在受到惊吓，还留在医院里养伤。哎，苏老板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李白眼刚到济南镇，就无故被他的客刀所围攻，而且他正在做的那个手工艺品竟然消失不见。我觉得这两者一定有所关联。这千百年来，雾灵很少会做出这种反噬主人的失德行为。同样是在惊蛰宴前夕，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悲剧。那日李白眼出事，我去问过子坤，他信誓旦旦地跟我说，他什么都没做，还跟我说什么天要变了。你说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有人来了，去啊。你去干嘛？快去快去！苏老板，有人找你。苏明谋，不好了，济南镇要出大事了。济南镇要出什么大事了？惊蛰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最近济南镇市集热闹非凡，我就想去看看，却被我发现一件意外的事情。这把是苏州折扇，你们手里的是捐工扇，这把是檀香扇，都是我的得意作品，你们喜欢的可以看一看，质量很好的，价格也很公道，你们可以随意看看啊。怎么回事？这些回器肯定有问题。小唐人，你是不是因为别人不愿意跟你做朋友，你才记恨在心，造谣生事啊？千真万确，这是我第一次在物件身上发现这种情况的。难道说最近发生的灵物事主事件都跟这台黑棋有关？灵物事主？那你快去看看，千寻在丽兹饭店采访做扇子的女人，恐怕她有危险。舒燕小姐，我还想问问您，关于机器生产跟手工制作，它们的区别在哪里？现在大家追求的艺术越来越奢华复杂，机器生产在我看来要少了那些返璞归真的纯净之美。你这把扇子好特别，我看好像是檀香扇，是吗？没想到记者小姐竟然识货。哦，真的。这把叫檀香扇，日日花香，扇扇鼓声。你知道做一把这样的檀香扇需要多少的工艺吗？不知道哎。需要14道。这么多？对啊。没看出来。所以啊，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制扇师一定是最耐得住寂寞的人。首先他们选材一定会选上等的檀香木，这样才能让这个扇子的香味一直保存下来。当然最重要的两道工艺就是拉花和烫花。我认识的制扇师啊，一共就300多个人，能做好这两道工艺的只有10多个。好厉害，你怎么什么都懂？这天底下是不是就没有难得倒你的问题啊？当然有啊，比如怎么让你永远爱我。
没事吧？最近济南镇不是特别太平，你自己小心点。宋老板，哎呀，出大麻烦了，快跟我走。苏明王，你看这黑旗是不是来自冰凌岩洞啊？借助冰凌岩的力量救千寻，打穿了封印，才会导致恶灵趁机逃出，为祸人间。我们要想办法尽快修复这个洞，否则这个缺口越来越大。照这个形势，不出七天，这封印就会被完全突破。到时候，这世界上将很难再有力量跟冰凌岩这怪物抗衡。看来这力量已经突破封印涌出来了。苏老板，这惊蛰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到时候会有越来越多的手工艺人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济南镇，那岂不是所有的灵物都会像檀香扇一样受冰凌岩洞的影响，反噬自己的主人？等等，就算你耗尽万年的灵力，也不过是螳臂挡车。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这个世界上唯一能抗衡冰凌岩的武器。你是说赤霄山庄的镇庄之宝赤霄剑？没错。趁早交出赤霄剑，本大爷还可以给你个痛快。痴心妄想！堂堂造剑名家，竟落得如此下场。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赤霄剑究竟在哪儿？我就算是死，也绝对不会告诉你的。顽固的老匹夫，以为我找不到吗？倩雪，今天你在西餐厅没事吧？我刚刚听到消息，急死我了。最近两天镇子上似乎不怎么太平，我看你也好久没放假了，不如这样，过两天我们出去走走。嗯，那我们就去上海吧，我听说那最近开了一个新的百货公司，有好多新奇好玩的东西卖，咱们去看看好不好？我来买票。嗯，那你就回去收拾东西，明天早上我就去接你。你说什么东西啊？刚刚我们说的，一起去上海玩。婆婆身体不太好，我不太放心她一个人。没关系，我把婆婆的票一起买上，咱们一起去玩。谢谢你啊，展峰，
可是我想，婆婆应该不太适合远行，我想等她好一点再去。啊，好，没关系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咱们走吧。薛庄主，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。君王莲，去看还没有活着的人。好。